切地散会，称佛顶炮品。在天界的地藏法会里，地藏菩萨对世尊说：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号无边身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而再生恭敬心，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。更何况是塑化形象供养赞叹，此人将获福无量。又于过去恒河沙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号宝性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在一旦之间发心皈依，此人于无上的佛道将永不退转。又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号波头摩胜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经过耳根，此人当了千死生于六欲天中，更何况能至心称念佛号，更将获福无量。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号狮子吼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而意念皈依，此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受记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号居留孙佛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至今瞻礼或赞叹，此人将于先劫前佛会中为大梵王，得受无上菩提记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佛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将永不堕恶道，长生人天，受圣妙日。又在过去无量恒河沙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号宝胜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毕竟不会堕入恶道，长生在天上，受圣妙日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号宝香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生恭敬心，此人不久将证阿罗汉果。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号袈裟状如来。此佛名将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。又过去有佛出世，号大通山王如来。若有人闻此佛名，此人得遇如恒河沙数无量的佛，广为他说法，将来必证菩提。又在过去有山王佛、智胜佛、净月佛、智成就佛、无上佛、妙胜佛、满月佛、净明王佛、月面佛等说不尽的佛。世尊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只要能称念一佛名号，就有无量功德，何况是念多尊佛的名号。他们在出生或死亡时，自然蒙了大利益，终不堕恶道。若有黎明中人，家中眷属即使只有一人，能为其高声念一佛名，那位黎明中人除五间罪、余业报等，悉得消灭。这五无间罪虽然极重，
动经一节都无法出离。但因承蒙眷属为他称念佛名，使他于重罪中亦能渐渐消灭罪业。何况众生自己称念佛名，更将获福无量，灭无量罪。